这部香港恐怖片几乎是所有人的童年阴影，光是听到电影的名字就觉得背后阴风阵阵。山村老师上映于1999年的老港片，虽然过去了25年，但在必看的恐怖片单上永远都有它的一席之地。话不多说，一起来重温经典。昏暗的房间里，四个年轻人为了见到鬼要玩一个很邪门的招魂游戏。小明有阴阳眼，所以他作为旁观者没有加入。游戏很简单，参与者割破手指，把血滴到装满水的碗中，等到水与血混合，参与者依次喝下。主持游戏的墨镜哥掏出一瓶黄色液体倒进香炉中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四个人闭上眼睛，手拉着手，等待着阿飘的降临。没过多久，女孩安妮闻到一股恶心的味道，烧的什么东西这么臭？墨镜哥告诉他们，这是尸油，尸体腐化前滴出来的油，珍贵的很。安妮吓得想松手，却被墨镜哥制止。现在松手的话，大家的灵魂会发生转移，然后精神失常，变成疯子。于是游戏继续。几分钟后，墨镜哥惊恐地说道，我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鬼。参加游戏的阿碧也随之附和。待在一旁的小明随即也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女鬼披头散发，阴气逼人。不同的是，小明看到的女鬼穿着的是蓝色衣服。显然墨镜哥和阿碧为了泡妞在说谎，其实压根什么都没看到。担心出意外，小明赶紧打断四人的游戏。阿碧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小明不让他们继续玩，无非是不想让别人牵他女朋友安妮的手。休息时，卫生间里的墨镜哥突然大叫着跑了出来，说厕所里有鬼。其他几人一起进去查看，结果拉开浴帘，却看到墨镜哥的尸体泡在装满水的浴缸里。如果他是墨镜哥，那刚才跑出去的又是谁？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，回头看去是墨镜哥。当他们再次看向浴缸时，里面的尸体却又诡异地消失了。四人回到客厅，被眼前一幕吓了一大跳。墨镜哥以惊恐状死在了地上，尸检结果显示墨镜哥死于心脏骤停。小明认为他的死很邪门，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身为记者的姐姐西西。西西担心招魂游戏会对小明产生不好的影响，但她男友杰克却不信邪，认为小明的朋友肯定是吃了不该吃的药才会产生幻觉。戏剧老师发毛，对怪力乱神的东西颇有些研究，于是西西找到他，希望他能帮帮小明。发毛很喜欢西西，于是无条件地答应了。起初发毛以为墨镜哥的死与尸油有关，死去的人通过尸油让玩游戏的人产生了幻觉。为了查出尸油的主人是谁，发毛让小明去墨镜哥家调查，人刚离世说不定灵魂还留在那里，到时小明可以利用阴阳眼直接向墨镜哥的鬼魂问个清楚。发毛猜得不错，墨镜哥还在。可是没等小明开口，墨镜哥的鬼魂就被另一个鬼抓走了。小明没有参与招魂游戏，目前身边的一切都很正常，但另外三个朋友可就一个比一个惨了。安妮有些感冒，碧姬则面无血色，大热天还穿了个厚外套。碧姬怕冷的原因找到了，担心吓到他，小明什么也没说。三人之中，阿碧病得最重，已经好几天卧床不起，就算大热天裹着棉被，他还冷得直发抖。恍惚间，阿碧听到女友碧姬的声音，于是顺着声音找到天台。碧姬诡异地挥着手，让阿碧赶紧过去。其实碧姬的位置是悬空的，但阿碧鬼迷心窍，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。他朝着碧姬走去，结果一脚踩空，掉下天台摔死了。得知阿碧的死讯后，小明赶紧找到安妮。他担心接下来出事的人会是安妮和碧姬中的一个。安妮看向窗外，楼下又出现了那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女人。最近几天每到这个点，这个女人都会出现，然后坐上一个老男人的车。就在安妮八卦两人的关系时，女人回头了。怎么可能，这个人竟然是碧姬，她的家不在这里啊。意识到不对劲，两人赶紧去碧姬的家。而此时的碧姬状态明显不正常，他正坐在床上，一边编草绳，一边唱着一首奇怪的歌谣。没过多久，碧姬拖着长长的绳子，目光呆滞地来到客厅。
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没有察觉身后的异常，最终母亲被碧姬用绳子活活勒死。事后碧姬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一边磨刀一边唱歌。小明和安妮赶到时已经晚了，碧姬弑母后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中。墙上的遗像引起了安妮的注意，原来接走碧姬的老男人正是他死去的父亲。朋友接二连三的出事让小明忧心忡忡，范某推测不出意外的话，下一个要倒霉的很可能就是安妮。范某的推测不无道理，因为安妮身边也发生了一连串很邪门的事儿。最近他喜欢看一些戏曲方面的书，动不动还会唱一小段，母亲觉得很诡异。而安妮事后似乎对唱戏的事情毫无印象，担心女儿撞邪，母亲专门找来了大师。大师看了一眼得出结论，安妮没有被鬼上身，但房间里的确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大师给了安妮一道符，只要贴在墙上可保七天平安。一个星期后他再来做法驱散邪祟。方某这边他发现从尸油展开调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因为就在昨天杰克在报社的卫生间里看到了一个老阿伯的鬼魂。杰克没有玩过招魂游戏，不可能受到尸油的影响。范某调查档案之后发现，墨镜哥和杰克只有一个共同点，两人的老家都是一个叫黄山村的地方。根据资料记载，在某年中秋节的三天内，这个村子离奇死了66个人，占全村总人口的2/3。话音刚落，突然吹来一阵阴风，接着头上的灯也灭了一下。这些怪异现象足以说明范某猜的没错。为了尽快查出真相，小明很快来到黄山村。如今的村子早已荒废，青天白日的都让人后背发凉。推开门，一个破旧的灵位映入眼帘，上面写着上门处事人美之灵位。工桌上随处可见的蜘蛛网说明这里很久都没有人打理过。突然小明瞥见了奇怪的东西，定睛一看，原本空荡荡的客厅挤满了面色煞白的人。小明吓得一溜烟跑了出去，结果一个调皮的小哥来了个贴脸杀，差点把小明吓晕过去。伴随着瘆人的笑声，小明逃出了村子。而此时身后的村子里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村民全都出现了。从邻村的小饭店老板口中得知，黄山村已经空了几十年，一直没有人住，具体什么原因他也不清楚。不过一个老伯不经意间给出了重要线索，他是黄山村的幸存者之一，当时全村在三天内死了66个人，最后全靠一个叫小强的孩子，他用平安镯镇压了楚人美的怨气，不然死的人更多。回到城市后，范某第一时间拜托警察朋友去找到这个叫小强的人，他要是还活着现在应该是个老大爷了。杰克出现了和碧姬一样的症状，大热天穿了件很厚的夹克，尽管如此他依旧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。安妮这边，大师已经做完法事，除了在墙上贴了符，大师还给风铃开了光，说是铃声可以用来化解恶鬼的怨气。然而小明再见到安妮时，却发现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说完安妮便轻而易举撕掉了符纸，然后告诉小明还有三天楚人美就会带走安妮。隔天小明和发毛终于找到了小强，发毛以戏剧学院老师的身份和小强聊了起来。原来小强是中国第一代电影人，不过他身世很惨，5岁父母双亡，是甘姨带他入的行。听到甘姨两个字，沉不住气的小明连忙问他，你的甘姨是不是楚人美？尽管小强从小明口中得知楚人美已经害死了3个人，但他仍不愿多说。而桌子上杯子的突然炸裂似乎也是楚人美对他的警告。最后小强什么也没透露就把两人赶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小强带着纸钱回到黄山村祭拜楚人美。不死心的小明再次找了过来，他告诉小强要是不告诉他真相，自己的女朋友会在2天之内死掉。在小明的请求下，小强最终还是心软了。楚人美究竟是怎么死的，怨气这么大？一切还要从1913年说起。年轻的楚人美漂亮能干有远见，一开始她只是唱普通的戏，后来被人看中加入了剧社，开始出演电影中的反串角色。当时年幼的小强是她最喜欢的孩子，楚人美不仅倾囊相授戏曲方面的知识，还用赚来的钱给小强买了一个平安镯。楚人美的丈夫卜万田是黄山村的教书先生，他教导学生不能撒谎，可他自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。
卜万田骗楚人美说她沾染了鸦片，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给丈夫还钱，楚人美甘愿出卖自己的身体。这天晚上，楚人美和男人交易时被村民抓了个正着，男人当场逃窜，楚人美则百口莫辩。卜万田假装好心跪求村长放了楚人美，楚人美不想连累丈夫，于是把钱交给卜万田后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楚人美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卜万田做的局，就连和楚人美做交易的男人都是他从外面找来的。原来一位钱庄大小姐看上了卜万田，可楚美人没有犯妻出之条，卜万田不能休妻，要是离婚又会毁了他在大小姐心中清高的形象。于是他便想出了这个狠招，好完美抽身攀附权贵。卜万田是村子里的老师，为了保住黄山村的名声，村长要把楚人美赶出去。但没想到歹毒的卜万田竟然让手下张小三用石头砸死了楚人美，事后尸体被草席裹住，随意地扔进了乱葬岗。躲在草丛里的小强目睹了整个过程，等张小三等人走远后，小强才敢来到楚人美身边。他哭着把残酷的真相说了出来，或许是怨念太深，死掉了楚人美双手竟然僵直地举起来，挣断了绳子。恐怖的一幕吓得小强落荒而逃。而之后的三天时间里，黄山村一连死了66个人，张小三被卜万田用刀砍死，卜万田也被吓得七窍流血而死。小强被巨社选中，打算去上海发展。离开村子之前，他来到乱葬岗，把平安镯带到楚人美手上，劝他收手，别再杀人。平安镯真的有用，楚人美的怨气被镇压，一场恐怖的杀戮终于平息下来。时间线回到现在，小明得知楚人美的死亡真相后，想到乱葬岗找他的遗骸，小强爽快地答应带路。途中两人口渴，见山上的水很干净，他们想都没想就喝了。时隔多年，过去的乱葬岗现在已经变成了工地，楚人美的尸体被胡乱地丢在这里，连个墓碑都没有，恐怕没人会妥善地安置。工地上的工人更是一无所知。回去的途中，两人路过一个水潭，小明隐约听到唱戏的声音，回头一看惊呆了，水潭中央站着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没错，正是楚人美。除了有阴阳眼的小明，小强也看到了。两人推测楚人美的遗骸很可能被人丢进了水潭。发毛这边，他在墨镜哥家里找到一张自来水厂的停电通知单，根据日期显示，墨镜哥出事那天是停水的。杰克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不仅浑身发冷，胃也开始不舒服。西西要带他去医院，他不愿意，还催促西西赶快回家，他一个人问题不大。然而才刚送走西西，一道恐怖的身影便从杰克身后一闪而过，飘进了卫生间。对此杰克一无所知，上厕所的时候他看到马桶里塞满了头发，可是一眨眼的功夫一切又恢复正常。以为是幻觉，杰克还是坐到了马桶上，结果屁股还没坐热，他就菊花一紧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摸他的屁股。站起来一看，马桶里竟然藏着一只鬼手，杰克吓得瘫软在地。很快一只白嫩的小手摸到他的胸口上，杰克慌乱地躲到客厅。楚人美像贞子一样从卫生间里爬了出来，就在杰克要被吓死时，楚人美又消失了。小明接到安妮母亲打来的电话，说安妮彻底疯了，你快点过来看看。小明挂断电话，着急忙慌地前往安妮的家，他没有发现电话线早就断开了，显然这通电话不可能是安妮的母亲打来的。赶到的时候，安妮神色诡异地拿出一堆药瓶，然后把药丸倒在碗里，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，直到口吐白沫，开始吐血也不停下来。小明哭求楚人美放过安妮，楚人美却说，你不是很爱她吗？爱她的话就过来。小明跪在地上绝望地拨打急救电话，自始至终他都不敢靠近安妮。由于送医及时，安妮捡回一条命，但医生认为他随时都可能做出极端的行为，等到病情稳定后会把安妮送到精神病院继续接受治疗。小强走在路上，突然听到楚人美在喊他的名字，他循着声音来到一个巷子里，不料一根钢管从天而降，插进小强的嘴里。看来小强已经失去童年光环，他不向着美姨，还帮着外人阻止美姨复仇，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。钢管插嘴就是对他多嘴多舌的惩罚。发毛告诉小明，玩召唤游戏那天大家喝的都是水潭里的水，幸好你没喝。听到这儿，小明愣了一下，
他回想起上山的那天，自己和小强都喝了水潭附近的水。根据范某的推断，停水后，木槿哥和杰克家里的水源全都变成了水潭。楚人美的尸骸掉进水底后，平安卓也掉落。于是韩月儿死的怨气再也压不住，怨气借着水的媒介进入喝水人的体内，然后在这些人的大脑里支配他们杀人。最近西西一直在照顾生病的杰克，担心姐姐有危险，小明带着发毛连忙赶到杰克家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杰克逼迫西西喝了几口水潭里的水，之后还想用刀杀死发毛。危急关头，小明举起花瓶砸晕了杰克，防止西西受潭水影响做出一些危险举动，小明干脆把他也绑了起来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楚人美的尸骸，然后用平安镯再次镇压他的怨气。小明跳入水潭，很快找到了平安镯，可当他再一次下水去找尸骨时，却发现自己穿越来到了乱葬岗。不远处是楚人美早已爬满蛆虫的白骨，震惊之际，一排鬼魂打着灯笼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竟然是小明本人。小明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而上一秒还是白骨的楚人美这时又变回新鲜的尸体。小明试图把手镯戴上去，可惜失败了，楚人美死死掐住小明的脖子，直到他口吐白沫。在岸上焦急等待的发毛等来的不是成功的消息，而是小明的尸体。发毛来不及捞尸，火速回到了杰克的住处。两人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西西和杰克都被楚人美吓得发懵。发毛看不见楚人美，只好对着空气劝他回头是岸。你和我都是演戏的，演戏的人感情很丰富，你难道忍心看着这对有情人去死吗？谁知话还没说完，楚人美又放大招，胆小的杰克直接吓晕了过去。发毛的劝说毫无用处，为了直面恐惧，发毛勇敢地喝下水潭里的水。第一次看见楚人美的发毛，说不害怕是假的。楚人美步步逼近，甚至调皮地撩起头发，露出狰狞的脸。发毛吓得不敢睁眼，却依旧把西西紧紧护在怀里。他安慰西西，别害怕，这一切都是幻觉。即便之后西西变成了楚人美的样子，发毛也没有推开他，而是给了他一个爱的拥抱。果然真爱无敌，楚人美没有继续纠缠，自觉退下。这时杰克从昏迷中醒来，看到发毛抱着自己的女友，他很生气，想咬断手里的绳子给发毛一点教训。然而没等他脱身，楚人美又杀了个回马枪。他似乎在警告杰克，发毛和西西才是真爱，你别捣乱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楚人美的角色和午夜凶铃中的贞子有很多的相似性，的确影片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午夜凶铃，但相比贞子，楚人美似乎更人性一些，同时她的名伶气质也给角色增加了别样的味道。山村老师被封为香港第一鬼片，楚人美更是过去20多年华语恐怖片当中最经典的角色之一，这或许就是香港恐怖片的魅力，不玩血浆，不以恶心的镜头博眼球，却能以精心营造的恐怖氛围把人吓得胆颤心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。